那安尼，这虚拟货币网站，那无去啦。一开始就是假的。恁家钱啊，回里边这个户头了后，阮就海里边内面把钱归拢搬走。这钱啊，洗地球一年了，又搁洗倒来，扫回手头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即卖姜开阳无钱头真珠啊？阮拢去互姜开阳骗去啦，像种效应哦，袂使做总裁。 我投退休一票，我嘛投退休一票。七票对三票，大家同意撤销姜开阳代理总裁职位。我提要推选我二兄江启阳做无极集团的总裁，我先投赞成一票。 赞成，其他的同事嘞？我赞成，我嘛是，总共八票，超过半数，江启阳担任吴金集团总裁的提议通过。 投票这个结果，互人足满意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四位股东。恭喜新民总裁，嘛恭喜江小白平安倒转来。啊无，不成恭喜啊！等下，不准走哦，不准你发飞花，你哪会人倒来？家丑不可外扬，今麦才开始要上朝，你无让人走，是要留落看你见笑是不是？ 好啊，让鬼门拍囡仔。李同根，我无爱称呼，我爱大家，我要告你啦。告啥？即马早就通奸除罪化，家家哦会当要求赔偿，啊那无我叫陈东俊赔你精神损失200万，安尼有够无？200万哪有够啦？ 我即马就送你500万，2000万，起码你还阁找我1800万。陈东俊，你那么就给快，你莫搞我怕。大家假是新妇，我也是卖出手好了。什么新妇？恁两个根本就是奸夫淫妇啦！陈东俊。 你本想要挂无事败哦，当时恁爸爸在场呢，你竟然目睭金金看伊在摔落，你到底还够人性啊无？啊无啊！啊，迄当时我都无在场头阻止啊，哎，我看到爸在摔落哦，我心肝内嘛真艰苦呢。这是，陈东俊，你真艰苦，我看你真欢喜啊！ 你心内敢烦恼，还三十亿，是要偷回来？你讲话要紧吧？你一不好住，保全，保全呢？你哪会当在吴志新安尼公开拍人啊？我都是保全啊！你真惊啊你！我跟你讲哦，我这边是吴志新来做大股东。 你卖两出出怪招，我就认输了。我给他30亿股份了，我也是大股东哦。你就等你看，死狗，我要那绝地大反攻。陈东俊，你等我。没什么事。没关系。 后壁我拢做安排啊，因想要规场好好，无遮尔简单啊。咱甲吴杰股份卖掉，换做现金出国好啊，规日价值30亿股份嘛无偌济啊。陈东俊。
是谁跟你讲会当甲股份转现金？这三十亿，是我翻身的是部分，一个都不准卖。咱干那靠这三十亿，是要咱翻身啦？你管超过要咱翻身，规定不准卖就是不准卖。哎，啊，不过这三十亿股份是在我的名下，就算讲我要卖掉，你嘛无爱还的。三十亿是我的，什么时阵就跟你做主啊？ 无你想想办法，那证明讲那是你的啊？你即摆想要私吞哦？讲私吞哦，受害听啦，迄原本就是我的啊！你莫冤，不要紧啦。那呢，我就甲蝴蝶海洋香水、小刀大腿影片，也够有哦。恁两个在山坎边。 奇怪，我车门都开袂开啦。陈东贵，顺便在遐等伊。嗯，你不要甲伊叫车哦，连这钱你嘛要省。<笑>啊，好啦，应该做强总的司机，这是我的荣幸哈，强总的。 车就车。奇怪，我的车哪会袂发哩啊？嗯，哪安尼啊？郑小敏，哎，啊，你开车拢死啦？哦，哎，对嘞，嗯。 哎，我会记得我之前车顶也无控制啊。哎，这内底佫有迄个甚物红灯，是真的。对了，敢毋是甚物定时炸弹啊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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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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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造成这款的局面哦，你的问题上大。买虚拟货币的户头是你给我的，你家己买超清楚，470万，这安尼无去，连户头是真的还是假拢唔知影，应该让人踢出去，是你。你讲白就是啥货啊？姜海勇，你是话创啊？哈，见小灯受气，想要拍蝴蝶出群？蝴蝶讲的无无唔对啊？500亿呢？你都安尼清清菜菜相信别人给你的户头，无你头壳内底跌，对哦？你讲啥？你只欠怕你，你个点伊？哇，王队长。
你即摆真正把你家己当作是总裁哦？哎，万一江超越那是仇人啊，伊那是知你暗中帮助江开阳，甚至要谋害伊未来的大官，伊绝对袂帮你甩哦。江超越我真少年，我再讲江中人嘛，真有可能会清醒过来。你敢袂当确定江超越会当做总裁？啊？江中人的清醒？免笑死我啦！啊，莫讲是清醒啦，只要伊目睭是擘开啊，我的魔法妈咪哦，念几挂咒文，伊的目睭皮哦，随后佫提倒转，伊哦，根本就毋是我的魔法妈咪的对手啦。你是讲江中人一家子的功力，比袂过半桶水的朱丽萍？嗯，哎，有个人修炼半工哦，是修炼新生的啦。要唔过阮妈呢，小可批判一下啊，两眉嘛破，江多先嘛甲烟耳朵，甚至啊破解什么定身术一大堆，袂袂哩哩扣扣的啊，当然嘛是阮妈较厉害啊。朱丽萍就是衰，再生啊你的苏行柱，讲放上去。哎，啊若讲到礼拜咯，嘴就好拍干啦啦，讲什么断两眉哦，结果只不过是断一只大棍啊，尔啊，所以讲哦，江多先啊，真正是白了工啦。东家、老家、林顶兴旺，即马搁咧趁钱哦。啊，江道生咧，连家己的查某孙哦，拢要嫁给我的小弟陈文尧安尼。安尼等于是啊，要甲半个环宇集团都送给伊。唉，所以讲啊，我真正是替江道生感觉着好笑。啊，无闲半工，陪了孙女又折兵，即马搁倒伫北城顶等死。站住！代志不是才由你这种戆人想会出来，等江道生清醒过来，就知影什么人准备要等死啊！哎，伊无可能醒过来啊啦！江开勇，我真紧替你把武吉集团提到回来，你得想办法替这两个普龙宫的傻仔提到回来，也够有你答应我的代志，爱关心吗？王连长。你要用环宇集团的钱来帮助江开阳哦？哎，你安尼滥用职权唔好哦。哦，我要甲我的小弟文耀讲，叫伊去提起超越周志礼安尼乌白来。你要反背我？你若是要叫江开阳对我安怎，提走我名下三十亿股份，啥我拢会当反背。对。相公董俊博无用啊！伊家己哦滥用职权的代志哦，全部拢压压出。伊也是会当哦，当去陈忠信迄边。因是爸仔囝，陈忠信哦也是会接受伊。你这个代理的地主，准备予人洗头路啊，当去予王亚杰饲。恁两个给我死出去！哎，袂用的哦，我要替我未来地主啊搞好公司啦。我是环宇集团的副总呢，没人能知道讲有人要摕环宇集团的资金来帮助别人，说假说唔知咧，啊？真嘛？哎，蝴蝶，你又要出去做啥？是你又完啦？没没是你啊！你给我放开啦！蝴蝶啊，你去给我放开啦！我要替我未来的地府啊，搞好环宇集团啦！你这给我放开，是你又完啦！你给我放开啦！放开啦！这陈龙准哦，真正是人呆看面就知啦，也未摸清楚你有偌厉害呢。免甲报啦，你上好赶紧甲银团行有挂。那是一定的啦，我会赶紧把启宏政变处理好。无启宏在乌鸡集团哦，阮来的闭门练啦。靠江开阳、甲陈东俊、蝴蝶这三个废人，还不如靠我家己。曹强即马已经给乌车写袂起啊，会照我意思，把乌车摕来给我，等我回复所有人力，遐害我的人，一个一个拢准备死给我看。